诶，这个十几天其实可以啦，过得很好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好过生活的人，对，然后当然每天工作，然后像我的作品，我讲我作品好了，就是请有一堆义工，然后再帮我完成这样子，然后我每天跟他们一起工作这样。那我有一个特色就是说，我不会把它当作是我的作品，我会把它当作是每个很想参与这个活动的义工，然后很感动，就是说有一些义工呢，就每天都会来，然后最后我就真的是一区，等于是他的展区这样子。那但我比较感动，就是说很多艺术家就是每天都在那个太阳下，要不然就是在那个帐篷内，然后很辛苦。啊，我其实没那么辛苦啦。